即係有冇一種可能佢係一碟腸粉咧？終於落班啦，食個宵夜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仲夏。唔知从几时开始啦，宵夜成为咗加完班之后嘅一种慰藉啊！今日我又想食肠粉啦，仲要系豪华版添啊 ！Let's go！ 潮汕，潮汕，总喺潮汕。南州北路呢条潮汕街，两步一间潮汕小食，入夜之后特别旺。流沙肠，流沙肠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有，是潮汕哪里啊？流沙肠。如果按肠粉嚟计咧，唔平噶。好，唔該。即係有冇一種可能佢係一碟腸粉咧？標配就係有蛋嘅，非常之索味。潮汕人對牛肉嘅炮製咧出曬名啦，好似一嚿豆腐咁樣，一食就融口動哇！完美，比較難夾啊！可以話潮汕腸粉喺廣東嘅腸粉裏面咧係獨樹一帜，冇咩嚼頭啊，淨係得個韻。咁但係咧，佢有佢嘅特別之處。你食完一碟腸粉之後咧，你感覺好似食完一餐海鮮大餐咁。腸粉完畢，苦瓜湯開始。好舒服啊！光盤加光碗，搞掂。雖然我冇飲過潮汕麻辣煲嘅湯啦，但係我覺得啱先呢一碗釀苦瓜黃豆湯，有嗰個感覺。喂，喺廣州嘅潮汕朋友，仲有啲咩好地方可以介紹啊？求推薦！